我跟你们讲，忘记改标题了，可恶！我刚本要改标题，但忘记了。我先来播音乐。Hello， 忘记改标题了啦，讨厌！刚本来要改18岁的韩吗？这是谁送的？他怎么没有写？他刚没有写，是谁送的？眼睛好干。他刚没有写是谁送的耶。Hello， 你们猜我刚刚干嘛了 ？Hello， 谢冠杰的 Hikari 口罩，阿明的，好，谢谢阿明。等一下，我眼睛真的很干。好，来播音乐吧。Hello， 很努力的在准备。对，没有啦，我刚刚去吃牛排，我刚跟全家人一起吃牛排。我跟妈咪先回来了，姐姐他们还在吃。我没有参与到甜点的部分。对，我先告别了。好，我现在看起来很正常哦。Hello， 现在 IG 好看，对啊，我今天 IG 跟你们讲，我超辛苦的，好不好？全部外带，但那个蛋糕是自助，就是自助吧，就应该是不能包吧。但我带了一个蛋糕，就是他给我的蛋糕，就是因为我今天生日，所以他送给我的蛋糕。我刚刚来不及补妆，好 ，OK 啊，我现在很正常吧？就我穿了一件新的衣服，谢谢 TS 的 Hikari 口罩，谢谢口罩，谢谢夜风明月的 Hikari 口罩，为什么它的特效的那个底嘛？谢阿 Kira 的 Hikari 口罩，这是新的特效是不是？谢谢阿北的 Hikari 口罩。Hello， 鼻子为什么红红的？我刚哭过，没有了。谢谢，刚是有新手吗？谢谢新手的 Hikari 口罩，谢谢花生的啾啾你哦。哦，有口罩了。谢谢西恩的 Hikari 口罩。谢包子的啾啾你哦，谢谢。我现在眼睛超级干的，偷打一下亮。谢吉米做的海洋之心，呜，没坏。谢博成的心动猫咪，心动猫咪好可爱哦。谢燕的心形玫瑰，谢谢大家。怎么突然开始飘了？谢吉米州的海洋之心，谢。我今天是一个全白的概念。我今天有一件，哦，我今天要跟你们分享一件坏事。对，今天是我的日子。好。OK， 好的，就是好，我现在没有要讲坏事，就是我要跟你们讲我那个照片是怎么拍的。我很辛苦哎，到十八九坏，在十八前就有坏事了。好，哦，有红包哎，我是不是设粉丝团啊？还是今天不要设粉丝团，今天大家一起抢，是吧？我真的是粉丝团吗？干嘛？今天要设粉丝团吗？今天是一个。好日子哎、欸，看我的这件衣服很可爱吧，蛮可爱的吧，之前买的都还没穿到。冠冠日，可爱，谢谢。那我要不要放出来？放什么？这件很可爱的，不是你要抢不到，是没错啊。
今天我生日哎。好啦，那之后哦哦，放给大家那个，我还想说放什么东西？我刚梳染我的头发了啦，铜夹，这个发夹还是新买的，我上次好像没有跟你们介绍到。好，我那个照片是我在我们家客厅拍的，是不是看不出来？好多人都说很像棚拍，厉害吧？这就是我的，我以后要当摄影师，看不出来，这是我用手机拍的。严重晕眩跟失去言能力是正常的吗？不是正常的。妹妹的寿星，嗨！在粉丝团让大家加，那大家加一下那个粉丝团。白玫瑰花语是什么？你们可以查一下。记得是纯洁、单纯，什么忘记了？反正就是很不错。谢谢 CKMK 的心动猫咪，我刘海好糟糕，等一下。下刘海，刚没有烫好。大家有看到刚刚的那张 IG 的照片吗？哦，我有说过我们家最近换电视吗？就因为旧的那一台，之前在旧家的，就是用很久啊，其实那台电视大概用了可能快十年了，然后之前是60寸的电视，然后后来我们这几天买了一个65寸的新的电视，然后呢，刚好就因为刚好有一个65寸的新电视，所以有一个装65寸新电视的一个大纸盒，所以那个纸盒就是被我拿来当成那个，被我拿来当成铺背景布的地方，就是我把那个装60寸的大纸盒放在客厅窗帘前面，然后就这样放着一个大纸盒，然后我再剪了一块灰色的布，然后我把它披在上面，然后就是一个简易摄影棚，真的很小，是真的很小，就你没知道65寸大概多大，不是跪在地上拍的，有要多辛苦就有多辛苦，你们知道美照的诞生有多困难吗？我的妆化了2个小时哎，还没有撑进去。Hello，Hello 你，哦谢谢你，哦谢谢你，谢谢你的无法定义，谢谢你的天马行空，谢谢你的水晶鞋，谢谢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很顺哎。想看看人家王子殿下可以呀、啊，等一下，谢妮的星星的情书好像没有看过这个特效，是新的吗？很厉害耶！哦，游戏 Hero 成为粉丝团，恭喜！好，我已经开单了，但我今天开了一个人工内衣，我等一下去拿。那我来播一下。打一下，是下酷天吗？下酷天 ，HYA， 下酷天，这个，好，这段时间呢，在我打字的这段时间，你们可以先去我的 IG 看我的超美照，好不好？我是真的弄很久，我拍一整个晚上，我上礼拜五拍的，然后我从放学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回家，然后就化妆，对，谢谢汉汉的梦幻泡泡，已经看过，谢谢，然后我就化妆，对，我礼拜五就化妆，化了2个小时，然后我又穿了那个礼服，然后因为我什么，其实我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要怎么搭建我的摄影棚，然后我就出去客厅，我在想要怎么搭建的时候，我就突然看到那个
65寸的那个大纸箱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可以把布披上去。然后那个布其实也还没剪，因为就是妈咪把整卷布都带回来了，所以就那个布是还没剪的。然后我就在等妈咪帮我剪那个布，然后就剪了很长吧，可能2码嘛之类的，2码的布，可能不止2码，3码差不多，不知道，反正就是剪了蛮多的，蛮长的布。然后我又把那个布烫一烫，烫一烫之后就把它披在那个纸箱上面，就开始拍。我真的跪在地上哎，我跪很久。大家按赞分享，还没分享的快分享。该称赞妈咪吗？称赞我吧，我这么点子那么好。完蛋了，我不会拼那个哎，ヤクテン。我打了百年哦，怎么打？等一下，我知道，我查 reset 公演。平常称赞很多了，这组不觉得特别好看吗？纸箱很棒。开启小铃铛，请问要按哪里？就要分享啊！分享分享。多多分享好吗？支持一下。我现在整个没有音乐，等一下哦。Team K。啊，找到了。生日快乐！谢谢，谢谢游戏 Hero 的海洋之心。谢谢北元的红包，我现在才看到。最近红包的那个感测器很不灵敏哎。好，等他播吧。谢谢爸爸的，我错过了。谢谢爸爸的钻石很久远，但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我有看到，但我没有带到。错过了啦，为了找这个大蝴蝶气球带回家吗？那就在我家，什么意思？我在家里拍的、啊，我等一下 call 奥妈咪帮我拿一下。对，谢谢博城的海洋之心，谢谢，生日快乐，谢谢。大蝴蝶姐还在啊，不可能丢掉。谢谢 Akira 的爱，谢谢 Akira 的爱，谢谢水水的生日蜡烛。好，我要讲那个咯，我要讲 Bad News 咯。我成年了，对，我成年了耶，我好了，我成年了，对，我老了，怎么样？我不年轻了，我不是那个小萝莉了，早就不是了。谢小智追踪，什么坏事？好听的歌，对。我先分享一下事情，等下再来，等下再来跳。我今天看起来好累哦，我现在每天都看起来累。好，有我坏吗？一定有，这真的是一件很坏的事情。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，就是我从楼梯上摔下来了，好好笑哦！我真的觉得很好笑。我跟安妮一样，安妮有分享过她的事情吗？就她从楼梯上摔下来的事情，安妮有分享过吗 ？So sad， 对 ，so sad， 不要把我自己的梗用在这边，这真的是一件很 so sad 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礼拜天的时候。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很好笑。我知道我得到一个蛋 OK 而已。对 ，Oh my god， 对，这个在那边，我没有撞到头，我撞到大腿，我侧着跌。对 ，OK， 我有保护我的尾椎。你们知道安妮她摔下楼梯吗？她摔下楼，你们知道这件事吗？安妮她摔下楼梯。
对，那周问我踩到我的，我踩到我的落地裤，对，我踩到我的落地裤，安妮也是踩到她的落地裤。最近应该没有拍三鞋，没关系，我就把它遮起来。他没有讲过，他说他可能有，哎，谢谢西西的 Hikari， 我不知道这样跌倒要美美的，嗯，就算跌倒也是美的。谢谢西西的 Hikari 口罩，今天怎么那么多 Hikari 口罩？今天才听说这位，真的约好的吗？他就是我的滑楼梯前辈，因为他也是用滑的，我们两个都是用滑的。那我滑了四五阶，他滑了一小段。很好笑，我觉得很好笑。我那时候还嘲笑他，我说你怎么样走楼梯可以走到跌倒，就是你怎么样可以滑下楼梯。谢谢 Taro 的海洋之心，对，我就那时候就嘲笑他说你是怎么样可以从楼梯上面滑下来，就我自己滑下来。而且我那时候跟他说你不是手放下来就可以停止住那个，就是停止滑下去了吗？没有，我自己滑过我才知道停下来。他有北原什么滑四五阶怎么滑，就我就踩到我的落地裤啊，然后就往下滑，就这样。然后那时候后面忘记有谁一大串，可能零一吗，零一忘记安妮在我前面还是在我后面，好像在我后面，零一安妮还有谁忘记，一堆人，大概三四个人看到我滑倒。谢谢勇哥的告白气球，我很像被家暴欸，其实我那个我的淤青超大一片的，不知道等下再给你们看。对，我在胡桃教室摔，我因为我从那个长长的楼梯上面滑下来，但我只滑四五阶，我在想可能是我腿蛮长的，所以我腿蛮长，所以我很快就踩到地板了，对，不然我肯定是摔得更惨，因为我就滑个四五阶，然后我就脚就这样踩到那个地方 ，OK 啦。但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我居然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很荒谬。但我有点不敢再穿落地裤了，不是太严重，过一阵就恢复了吧？蛮大，大概我看一下，大概这样子的一片 OK。对，因为我没有摔到尾椎，所以可能我全身的力都叠在我的大腿上，应该是看得到啦，你们公园可以看看。哦，生日会一定还不好，可恶，没关系，你们帮我修掉，我不知道你会帮我修 ，That's OK， 你们会帮我修掉的，就把那个凹陷涂掉就好。可我完美无瑕的腿就留下了一点 ，OK， 生日会限定，对，近距离看 OK， 开始可以热敷一下 OK， 应该是今天就可以热敷了对吧？我是没有先冰敷啊，但是感觉要。我找到这个朋友，先下一步敷那种，没有，大家都是假的朋友。就学校的同学感觉是真的朋友，因为我跟他们分享我滑倒，我就说他们一定会先在旁边笑，结果真的他们先笑我，真的很过分。手要保护头部，是没有啦，我手直接撑着地板，他们没有笑我，他们很担心我，哎，他们很担心我，哎，他说还好吗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滑下去，然后我是真的滑下去，我用滑的，我就滑着，然后我就这样坐着，然后我就手就撑着地板，我就说好痛啊，我觉得很好笑。而且那时候就是滑到二楼，就是我从三楼滑到二楼，然后二楼还有人，我觉得很丢脸。对，然后我就坐在地上一下，然后就站起来了。既然是关心，看来其实都是不熟的朋友吧。嗯，大家都感情蛮好的啊，只是大家可能关心比较会关心的，对，关心地板还好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真的是不意外。仔细看荧幕，好的，好，跟朋友，谢谢西西的小帝王战特效。天哪！这地方。
狼真是哇哦，他是把全部的，哦，六六六，他是把全部的特效都放进去吗？放一些，放了一些的特效，谢谢西，好厉害哦！这个还没跑完的，最后那个，对啊，最后那个是怎样？这是可以自己选的，还是你按那个帝王阵就是搭配套这些？这个没中什么意思？有中的话就会有更多特效，是不是？抽到阵帝王阵特效，就是那个哈，有时候可以开到大特效哦。没看到中过。哦，我现在潜力小时榜第二名。我今天是不是感觉长得跟我现在的照片蛮像？就是那个 Long Life 的封面，我一直在想要换一个，但我一直都没有换。大的之前吓到过你，说你吗？就送到大的过。我嘴唇看起来好干哦。我的唇蜜不见了。换新的那个贴文哦，对耶，可以耶。你们需不需要那张资源当桌布啊？你们有很喜欢吗？也是最喜欢的照片吗？我感觉它目前是我最喜欢的照片。那我也蛮喜欢吃烧烤的那次的照片。最近的照片我都蛮喜欢，蛮喜欢我才会发。对，要给吗？你们会用吗？你们会用我再给哦，高清限动感恩涕零，喜欢哦要，会换就好。托布最近怎么样？卡，好，目前最喜欢的没有之一，好，哪次不用？用啊用啊，怎么可能不用？你们喜欢你们喜欢哪一张？女孩初长成，我林之前相框那张，哦，真的，相框那张。截图你行不行？好，放三年，好啊，三年哦，感觉几个月后我就会有更加漂亮的照片出来了，所以我是觉得可以不用一定要放三年，就是可以换成更好看的照片。我现在要干嘛？哦，我跟你们讲，我要跟你们讲什么？跟你们说，说什么？第一张，我也最喜欢第一张，最爱回眸的猫。其实我还有一些照片还没发，我想说之后要再发一篇。对。而且我有看到那个秋平动身祝我生日快乐。哎，厉害耶！在说什么？涵涵，生日快乐！你们现在还玩动森吗？我前几天去秋平人家，我爸把他的杂草都拔完，他根本就没有在打理，他知道。我爸拔的杂草有三袋九十九根的杂草，我会帮我拿一下我包包里的人工泪液好不好？在小袋子里面，跟钥匙放在一起。啊！我拿到人工泪液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那是我烫出去的，没关系。离开不排除提高，这首才好听，对啊。对，我去帮他当园丁，我帮他拔了三袋99的杂草，我个人拔了有10分钟。我帮他玩动森，我帮他拔了10分钟的杂草，因为我真的看不下去了，他感觉没有拔过任何一株杂草。对，然后还有一袋80级的杂草。对，在国外可以收钱，在自己的岛内也可以收啊，可以跟梨什么东西换钱。我记不起来他们的名字，梨克，然后梨什么东西。对，没有实心的打工仔，然后我就帮他卖了很多杂草，然后他就有那个
零钱可以去买马里奥的套装，马里奥套装跟马里奥的帽子，结果他找不到在哪里。哦，我找不到在哪，他也找不到在哪，所以就是买了那个马里奥套装跟马里奥帽子，然后结果不知道在哪。最近有人帮前玩家绑腰带收现金，哦，真的、哦，李彩杰，好幽默、哦，跟打扫一样受不了的吧？没有，真的，他的乐园不是他的岛全部都是杂草。就我今天在学校我高中朋友们也有帮我庆生，他们想了一个我完全没想到的一个方法。哎、欸，嗨，周平安，我才刚讲你坏话，没有啦。嗨 ，Hello， 秋平安，晚安。嗨，姚平，平，嗨，姚平，大白天，你有没有回来？你记得拔杂草哦。我现在是不是不太像？你也拔杂草哦。我的岛，我在楼梯滑倒。好啦，还可以改岛名吗？被使唤拔杂草的部分，对，他没有使唤我啦，是我看不下去。谢流浪人的香槟 level 4，今天去杂草都被你拔完了，我当然要帮你拔杂草啊。哎、欸，但是我忘记有没有被蜜蜂叮了，好像有被蜜蜂叮吗？谢博腾的非你不可，谢谢。对，我在学动身角色讲话。来，比较像瑞特一模仿，我会模仿瑞特吗？李彩杰，开台，李涵，生日当天去当除草工，不是当天啦，同学怎么庆生的？等一下跟你们分享。同学有什么特别庆祝方式？好，等我一下。听到的反应会是好笑吗？哦，好笑吗？你们是不是很喜欢我的好笑吗？哭。好。嗨，北极星。Hello， 乌诺。你们每个人都有分享贴文吧？我现在要威胁进来的每个人。等一下，我要打。记得分享。记得分享贴文，好，我现在打在我的便条纸上面。我现在强制每个进来的人都帮我分享那篇贴文，因为我觉得那篇贴文是我现在贴文里面最漂亮的一张。对，我觉得那个玫瑰看起来超美的。分享，没有挂掉。对，强迫分享。你的脑子呢？跟切跟秋都在模仿，好笑吗？鬼缸欸，我很少讲鬼缸欸。欸，平安有浪漫玫瑰哦。谢谢秋平安的浪漫玫瑰，谢谢。我看到了。还是暗叉叉的。还没分享，快点分享。很漂亮欸。花园是哪一句？纯洁。忘记了，我只记得纯洁。纯洁。什么东西的？对，没分享不准进场，那是一个入场券。真爱，喜之类的呢，真爱的哟。怎么办？我最近真的好宅哦，很爱呀、啊。新的开始啥的，对，就是那个，新的开始。好，我现在查嘛，我就忘记了。查白玫瑰花语就有啦，我以为大家都会去查。我本来想说天文要它，白玫瑰的花语是什么什么什么，但我想这样太好笑了，所以就算了。哦，是纯洁、同情和单纯。好，我念给你们听，因为你们可能懒得 Google。谢谢鱼的心动猫咪，谢谢。查到朵数不同，哦，真的、哦，哎、欸，我好像有查到，对。
选李香讲优太。Yuta， 大好き是吗？好像不是。我先，现在我朗读一下《玫瑰花的花语》，好不好？不要打断我。好。嗨，白玫瑰是纯好，谢谢博城的海洋之心，谢谢，真可爱，谢谢。白玫瑰是纯洁、同情和单纯的经典象征。它们也代表着灵性纪念和新的开始，我觉得18岁就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对，对。哦，白玫瑰也是爱情的最初象征，是我们爱情的最初象征。快点，奶奶，怎么样？什么意思？好油哦 ，Yuta。头上花花的花语是什么呢？头上花花的花语是，这应该是一个向日葵吗？什么？我不知道。哎，怎么办？我头像看起来向日葵中间是黑色的，怎么样都不会是向日葵，它是小小花，它就是小花，单纯，对，不被注意的美，对啊，是不是？现在才发现，好，我好像也有查到一朵怎么样？有一种花语是你是我，对，罐罐都是韩寒的。他说风寒超正的，谢谢，新的开始，对嘛？所以你们都有去查花语啊？我就想说你们 OK 啊？你们会自助，你们会自己去查，所以我就没有打花语。我想说，怕觉得太文青，我不喜欢。我不喜欢太文青。OK， 还是我的，这么贪心，头发都是油油的，真的可以出去，谢谢，出去，打出来很奇怪，我还是没有去查，没关系，我刚才已经朗读给你们听了，你们只要记得分享照片就好。对，是很漂亮哎，而且这组照片漂亮到我。原图就很漂亮了，我真的没有在自恋，但我觉得原图就很漂亮了，就是我画2个小时妆的威力。为什么花都可以随身拿？因为它就放在我的床头柜的柜子里面，我的眼镜也在这，我的把眼镜这假的眼镜，今天感觉不适合戴眼镜，哦，卡住了啦，卡到我的须须了。卡到我的法式了，我不在了。那组真的很好看，我知道，对，我被自己迷倒了。虽然有点自恋，但是真的有点漂亮。我去学校都跟每个朋友分享。不愧是我那天没有跟我朋友一起去吃饭，自己留在家拍的照片。他们那天去吃烧肉，然后我没有跟到，因为我要拍照。你们看是不是？我舍弃游乐时间，拍出了那组照片。但我觉得是值得的啦，因为那个照片很漂亮。会强迫朋友分享吗？是不会啦，对。学小迪做大图，小迪有做什么大图？真的很好看，是吧？那你们都要传一下。摄影师是谁？摄影师是我自己，对 ，by myself。我要再讲一次吗？就是我是用那个，我们家新买一个65寸的电视，然后它有一个65寸纸盒，然后我就用65寸纸盒这样放在后面，然后我铺了一个灰色的布，然后就这样子拍，我跪在地上拍。你们知道65寸是多大吧？我就这样放在地上，所以我其实超级困难。我跪在地上，然后前面架着一个就是支架，然后我拿着那个遥控器，然后我在这样子很可怜的在自拍。对，可以太可爱，谢谢。为什么不找帮忙拍？因为其实我拍照都花很久的时间，我
其实我觉得我拍照有点，就我会觉得很麻烦人家，对，就像姐姐帮我拍的话，我也会觉得，因为我感觉我是很麻烦的那种，就是我感觉角度会调很久，所以我觉得自己拍我会比较自在一点，因为我自己的时间我就可以用很久，可是别人的时间就像是 QQ， 我可能叫他帮我拍，但我也可能只叫他帮我拍一下下，不会超过五分钟，因为就很就帮人家拍照很累吧。一直也对啊，他自己拍拍很久没有关系啊。但是我帮别人拍，我是觉得还好，因为我其实蛮喜欢拍照的，就我现在蛮喜欢拍照的。如果拍出一张很好看的照片，我自己会觉得很开心，所以我蛮喜欢拍照的。对，但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如果找别人拍的话，就会很麻烦，而且我也不太确定他拍出来的感觉跟我喜欢的感觉是不是一样的，因为姐姐拍的照片跟我拍的照片就是不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的风格不一样，所以我可能没有喜欢他拍照的风格。我喜欢自己找角度，但就有点困难。而且我是用后镜头拍的，看帮谁拍的时候，看脸上谁也不会累，是哈。Q 专业摄影师，我真的要培养他一下。透过镜头看的韩三小时都是种想说是吗？有收到什么生日礼物吗？哦，有啊，有，跟你们分享。麦吉送我的枕头香水，我每天都喷欸。这个很香欸，这什么味道？玫瑰琥珀白麝香香精。对，我现在再喷一下。我每天晚上都喷两遍，我觉得一个月就被我用完了。我刚不小心喷到手上，好香哦！一个月就被我用完了，超香的。我现在已经每天晚上大概喷个三四下，我礼拜天拿到而已。非常的香，我最近很喜欢香水，超级喜欢的。我不知道哎，但是我好像又没有很喜欢我以前的香水的味道。你们在旁边参观吗？没有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如果有人在旁边看着我拍照，我也会不自然。自己拍的亮完全不像，我用后镜头拍，然后前面放一个镜子。就是我架那个支架，架那个手机，然后我在后面再放一张椅子，然后放一个镜子，然后用镜子看那个荧幕，然后这样子拍。对，我还是觉得这样不会麻烦到别人。对，我拍很久，我拍到11点、12点，用镜子还不是为了一个遥控器？对，有一个遥控器。一直自己拍很多，65寸的盒子有这么大一个，65寸的电视的盒子有吧？我一定比莉莉麻烦啊！对，我真的会太龟毛，你没有镜头下去，对，自己拍的，都看80寸的，还有这更大的，我以为65寸是最大，下次找我帮忙。小迪 QR code 的大图哦，真的哦。但看不到自己长怎样，对，所以我放了一个镜子，就可以知道自己长怎样。因为我其实有试过，我本来最一开始我有用前镜头拍，就是有用前镜头拍我自己，可是就觉得画质没那么好，所以我就决定用后镜头，所以我前面再摆了一个一面镜子，然后这样子拍。对，对照片要求很高才会有好产品，对。而且我之前有讲过，很喜欢一个摄影师，他叫 Jimmy， 直接讲可以吧？他叫 Jimmy， 然后我有时候蛮喜欢他拍照的感觉，所以我啊、哦、还有那个啊，我之前讲那个罗佩恩，就是我很喜欢他的照片的感觉，所以大概我喜欢这么就是那种的，所以可能像那种的感觉，我觉得很好看。就我觉得那种照片很有质感嘛，对，是我喜欢那种照片，所以我现在朝那种照片努力。对，
而且我现在又有一个就是纸箱当背景，所以我以后可能也有很多那种可以坐在地上拍的。因为像平常在这边这种，就是这是一个衣柜嘛，然后就不能拍到地板，地板是白色，就会露线，所以可能不能坐着拍这里。但是有那个电视，我就可以铺整个地板，然后在地上拍这样。土炮版摄影棚，哎、欸，是真的很，是真的很土炮哎、欸，因为是真的很土炮，因为我是跪着拍的。微暗，对，开了吧，谢谢。手机后面是镜子，对，我就放一个镜子在手机后面，然后我有一个遥控器，纸箱摄影机，对，爸爸把它丢掉，因为那个超大的一个纸箱，然后我那天就说我要拍照，然后那天拍完之后，我就跟爸爸说那个纸箱不要丢了，我以后要拍照要用。他就说这么大一个纸箱是要放在哪？因为它也很厚，大概这么厚吧。这么厚，然后很大一个，然后现在那纸箱就放在妈咪房间，对，没有放在客厅，就是很大一个的。就是刚刚他已经到那个饭厅去了。哦，刚搬出去，我以为你要跟我说，就在刚刚他已经到垃圾车去了。我想说真的不行，我以后还要用。妈咪好辛苦，嘿嘿，换更大的电视台，更大的纸箱，没有啦，我在想还是我。去买一个挂衣架，挂衣架就是以前过挂衣服的那种一根的那种感觉。重点是你要有地方可以勾着啊。啊，不就披上去就好了，干嘛要勾着？不是、啊，我是说你要放在墙上，还是要有地方可以放去？什么意思？挂衣架、欸？不是一根杆子吗？还有旁边两个、啊。就旧家那种啊，你说撑着吗？撑着的那种啊，然后披上去啊，不用很长啊。而且旧家那个是砍在里面，它不是轻轻撑，它是锁在上面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旧家有一个挂制服的那个衣架，你记得吗？在储藏间的那一间。有一个挂制服的，你说换，你说更衣室里面的，不是更衣室，储藏室，门口旁边那间储藏室，嗯，有一个挂衣服的那个衣架，构造很简单，就是两根这样，然后上面一根这样子的一个挂衣架。哦，你说我们之前放在这边的那个。对、哦，那个然后布披上去就可以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哪有很难那个啊？对，室内晾衣服的那种投影幕也是可以，投影幕不行啊，因为投影幕没有就是这样子连到地上，我是需要背景跟地板就是这样子一个 L 型的。对，今天播到什么时候？今天播到我几点开始播？十点，今天播到十一点半，对。有点晚了，你们如果累了可以先去休息。对，我想说，如果你们累了可以继续给我播。谢谢，我哪有这么坏的人？我是很体贴大家的。不会啦，大家都陪我播到十二点过。但是你厚脸皮啊，我才没有嘞！我不会这样子要求大家留下来的，就是你们明天还要上班吗？啊、哦，我明天还要上课。对，就是大家多多休息，好。姐姐接力，有够不会情绪吧？家属怀念丽丽播五个小时的时代，真的不用怀念，那样大家都太辛苦了。是要 L 型，没有被拆掉啊，就是那个布要 L 型，就是我把那布披上去，然后这样子，就是摆在地板上。对，背景那么平整是衣架功劳，没有背景平整是。原本其实还是有点皱褶，但是我用祛斑祛痘的这个功能把它背景全部涂一遍，它就你们可以放大看那个背景，其实它是怎么讲，有点像有点噪点那种感觉嘛，就是原本的背景其实就是有一点，就是很明显看得出来是一个布，然后就是有一点那个布有一点皱，但我烫过了其实，但就是还是会有一点布的那个。曲线，那我就烫一烫之后，我用那个 app 涂一涂之后就好了。然后还有，其实背景的时候也没那么大，就是我拉的，
因为我把它拉长那个颜色的部分。这是纯色背景的好处。城堡，不可或缺的电的纸箱，对，是猫猫喜欢蹲纸箱，我才没有喜欢蹲纸箱，用纸箱养一只猫猫好了。那我可能要一个超大纸箱，100平的纸箱哦，有没有100平的纸箱？有，我就住纸箱。所以你要说100平的纸箱里面？对啊，100平的纸箱里面啊。看起来很空虚，很像一个装置艺术哎。帮纸箱涂粉底液，为什么？遮粉底液。那牛奶糖，因为100平的空间，对啊，所以有100平的空间，我当然就住啦，就等于买100平的房给我这样。OK 啦，刚刚那句会不会伤到姐姐？刚哪一句？我有因为唱习惯。OK 啊。今天一周四在1.5，哦，看情况啦，有可能今天一。对，我想想看 ，JPS 抠图，可是抠图那个光影就不太自然了。凌晨就要上班，好，我考虑，我想想看啦，就是想想看，今天要早睡，明天第一节很硬，真的哦。那早点睡，早点睡觉，早点睡觉。都累，要留下今天难得，没关系啊。其实我下次直播什么时候？你记得吗？明天还是后天？啊，下次直哦，我们现在直播是周四吧？周四见也可以啊。18岁的第三天，没有什么不行的。哎，对啊，那就快结束了，怎么已经50分钟了？今天第一节是什么？我妈忘记了，忘记我明天第一节是什么。明天第一节是什么？我明天第一节是，我永远都想不起来了。好像是音乐课哦，是吗？对，是音乐课，音乐课不能迟到。没看到直升机，这个嗨小迪，嗨仙小迪。Hello， 刚是谁的直升机啊？我一直错失哎，是谁啦？谁的直升机？对不起，因为说到做什么，上那个音乐家。嗨，小迪，迪也来了。对啊，我真的是幸福的寿星。谢谢幻影战士的直升机，谢谢。第一节课音乐课不会睡死吗？那个地方很难睡，就是那个放一只手的那个。嗨迪，你们有看到迪今天带星星去踩我的灯箱吗？星星好可爱哦！对，星星好可爱，星星很可爱呀。笑到差点被口水噎死，因为都超讨厌你们，因为可能很讨厌吗？小迪来看饭头涵涵了，谢谢。小迪驾到，跟小偶像的小偶像拜一下。没有的小偶像，小偶像的小偶像而已，跟小偶像的小偶像拜一下那个。谢谢欢迎战士的草莓蛋糕，谢谢。干嘛？谢谢。小偶像的小偶像啊，小偶像的小偶像，拜一下那个头，吃果子拜树头，请用台语念。假规矩拜九桃。九桃是不要，因为老师蛮啰嗦，常跟我吵架。但我们音乐老师蛮严格的。石头，小偶像的小偶像的大偶像，九桃，星星跟韩哪个可爱，请选择。我自己回答吗？当然是星星啊！你不要抱我的枕头啦，还抱两颗，吃果子拜树头。啊，素的是什么？素的是什么？好笑吗？好笑吗？九桃，九桃，假规矩拜九桃，听到没？听到没？音乐课会睡觉吗？音乐课会打瞌睡，但没有办法
真的睡。丽丽台语本来就比我厉害，我台语就很烂啊。有。我会听但不会看。你也看就想，好笑吗？超好笑。你看看你。石头让树长出来，对啊。好久没看听到丽丽笑这么开，真的好笑。好笑吗？没发现哪里不对，只要海海说是正确的。对啊，没有不对啊。谢谢朱里恩的梦幻烟火粉丝特别版，谢谢。丽丽的笑声会抽腿，她的笑声就是一个很奇怪的。浩林大家等一下，谢谢。韩枕放下，韩枕放下。小心你的小枕头。谢谢博成的梦幻烟火。哦，是 I。昨天在品寒家吃什么？昨天在品寒家吃 campus， 是 campus 吗？忘记了。一个有点像美式的一个，我们叫外送，对。然后还吹了一个蛋糕，对。巧克力蛋糕有点甜。熟悉的呆呆姐才不是嘞，我已经成熟了吧？应该吧。你可以用台语讲几分钟。我不想要。但我很想。那你把你全部的烂花都奉献给我。好啊。这叫什么？那个进阶巨人那句是什么？快点帮我。什么 ？Sasage 哦。是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。烂花 Sasage 哦。Sasage 哦吗？不然你把那个大家再丢一包红包，你把那个社会，你把加我的粉丝团，加我的粉丝团，用阳光加。社会那个，我已经没钱了，我上次就加你，加我没钱。哦，讲的好像我没有加你粉丝团一样，我也是加你加到没钱，好不好？新洲哦，啥啥给哦，浪花哦，啥啥给哦，浪花哦，啥啥给哦。very 挑衅，对啊。point 中文就献出你的心脏，献出你的浪花吧。我不要啊。那只有490，然后全部那个。你没有谎报吗？你怎么坑这490？我看一下我多少。看不到了。就是那么傻啦，我知道，我相信你了，不要给我看。反正你要讲五分钟的台语哦，我全部给你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你求助他们，我看一下我现在有多少。我还没发文呢，快点，我要听你讲完台语。我现在有974，你现在发啊，我生日都快过了。你先让我丢完啊。交保护费啊，那你自己跟大家塞那一下，你让叫大家帮你完成。我把494全部丢给你。你让大家帮你完成一千大关的任务。为什么要讲五分钟台语很累耶，很消耗脑细胞耶，不是免费的好不好？ Not free。 所以大家那要怎么样？但你要那个啊，你要把红包换成那个啊，红包换成一般人也可以抢。为什么现在啊？我先抢了好吧，怎么有那么多包红包？你可以抢那个阳光啊，我自己先抢一下。我也有点哎，我为什么又账号红包异常了？好啦，给你们，都给你们，都给你们抽。我现在不能抢红包。现在人很多，坏坏人很多啊。送礼物可领红包，好。对啊，为什么？OK， 加油。大家，你抢不赢路人吧？大家说，路人可以追踪我的 IG 哦。我今天发了一篇很漂亮的照片哦。你是送礼即可？对，我现在是送礼。送礼就可以领红包喽！今天会有很多红包哦，路人。你是路人。小曼。好。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好笑吗？我嘲笑。好笑吗？不是罐罐没有路人是吗？哦，我抢到。谢谢李丽丽的玫瑰，好。耶、哇，现在突然好多玫瑰，谢谢大家的玫瑰。谢谢大家的玫瑰，记得追踪我的 IG， 我的 IG 有好看的照片，真的可以考虑追踪一下。
莉莉的手速，他抢得到了。那我应该要送什么？我这个508。送一个大的。为什么是500？你问大家。有520的。有520，那你要再抢12。对。有人要再让我抢一包吗？在生日蜡烛，哦，哎，刚好十二哎，这么厉害啊！可以送告白气球，你 OK 就再一包给你。刚好十二哎，刚好十二了，他送我的观众，对，这样也行。我现在不能抢红包了，他真的不，哎，我又可以了，我好了。的红包，那我要丢礼物。我又好了，我又好了。我要丢什么礼物？啊！谢国成的红包，哎，我又不能抢了。OK。我要送。来耶！该告白气球了吧？你要告白气球还是要那个什么小蛋糕？还是要玫瑰？哪个特效比较久？哪一个特效比较久啊？各位，阳光会异常哦。OK。气球，好哦。那我丢告白气球喽。气球比较久。小帝王镇最久。我谢谢李佳丽的告白气球，谢谢，谢谢，耶耶！那我还剩十。哭打胎满，打什么？哦，心动猫咪，有脸部特效。偷偷喜欢你也是520，没关系，我那有棒读，我很认真。他电脑贵，我知道啊。一层雕枫叶。他现在没有钱了啦，没有烂花了啦。谢谢林果的心动猫咪，谢谢。那想当然吧，我以为他忘记这件事。好啦，你可以把它收回那个粉丝团。好啦，多谢，多谢 ，Yuki 来。我先看一下，我先看一下五分钟到。到十二分，好，进来哦，大家，进来，进来，我的台语台语哦，多谢，谢谢的，下薄层 A， 翠安，伊卡里翠安，啥啥的？伊卡里翠安，心动那个，好，多谢博汉的伊卡里翠安，多谢阿和的红玫瑰，多谢林太的。那是什么啊？我发现，就是这些词会出来的，脑中会出来的都是日文啊！我拼不出来哦，我没听讲啊。我刚脑中好多谢谢，好，无名指吼，就的，蛋呢？多谢敏诶 ，C heart。
我想黑嘉伦呢，我快不行了，你们不要送那么快那个礼物，我不会要讲。我想 Q&A， 我直接不会要讲呢。这五分钟会永流传。我想阿基拉的咖喱。跟你做伙，跟你做伙，多谢游戏迄落的救救你哦！多谢黑杰克的，是啊，多谢林果的塔，那那个名字是要改成红果啊？咋？红果？过几摆啦？红哥是苹果。对啊。红哥，不是啊，你拄仔讲碰过啊？多谢欢迎战士的攻击，凶恩，多谢数学课本的。嗨，咖喱做伙，多谢爸爸的救救你哦！多谢，多谢 River 的目睭看袂着。哈哈，真快太快，真是，不是啊，我拄啊。答应别人，答应我自己啊！多谢切尔东的回力唔靠，多谢西西的，我不想，我不想念了。你最好下次给我用日文念礼物，啊、不是用台语念礼物。多谢抓肯的。浪上野地冰冰，来哟、哦！意外还行，没到什么是吧？多谢阿贝，八宝，不要提醒他，剩一分之后，多谢。Alex Lee 的听到台语跟着烂，我已经忘记了，我已经忘记了，是不是文气弱啊？我干哪？怎么不会亏妹妹最会？好啊。莉莉袂晓啊，多谢爸爸的带我去流浪，多谢幻影战士的米卡吹亮点，谢谢啊，多谢阿基拉的，奇怪，多谢七二四七二的。哈多玫瑰流浪，时间要到啊！时间你是不是说偷偷偷渡日文？我哪有？阿里嘎多，生日快乐！阿里嘎多日文。他也是感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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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日快乐，感谢，好，几间搞啊？几间搞啊？时间，时间是几间搞啊？是日文吗？完蛋，日文学日文跟台语搞错。生瓦卡摩托，生日快乐。我
生日快乐！哎、欸，宝贝，宝贝，笨，对啊，几个笨，宝贝笨，时间对，宝贝，宝贝笨，那个 cake， 宝贝笨 cake， 你去帮我提，你去帮我提 cake。你要讲完它，我要分分什么 cake 不行啊，我听无，我听无，太紧诶，拄仔是到几分啦？十七分，干嘛呢？拄仔是几分开始的？干嘛呢？加两个，就跟你讲加两个。哪是加两个啊？多谢爸爸的戒指 ，ring。多谢爸爸的两个 ring， 加两个。就跟你讲，这个是加两个，我无要死。敢有敢是？多谢圆滚滚的抱抱抱抱，多谢茶茶的心理蜡烛，多谢幻影战士的什么白灵露、麒麟露。好啦，你可以帮我摕 cake 啦。爱心讲着我才会，我要叫卡桑哦，卡桑是日文，卡桑，我要加两个，你帮我摕一个哦，卡桑。好，内江，内江大妹啊，内江袂晓啊，伊啥物拢袂晓。内江咧烧纸。内江，干呐，只会烧土啊。我认识几多人？我时间已经够啊吧？已经十七分嘞。时间已经够，已经十七分嘞。十七分是吗？你欲？加付我钱呢？你要加付我一些？我有要加付我，惊死！想要娶你啊？哦，谢谢。哦，叫老母，老母，母啊！哦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刚有迄个，迄个，嘿。哎、欸，你内奖，帮我摕一个啦。这是我拄仔去食牛排，伊送我的 cake 鸡蛋糕。啊，好，来好来。好，哎、欸，这不行啊！他直接粘，他直接粘在上面。我现在已经过了台语时间了，没有，他直接放在上面了。你觉得我剪它干嘛？你这样剪了就可以放上面了。我们做任何事都需要仪式啊，没有椅子，你要继续讲，你本身是最精华的部分。已经过了时间了，没有，请付双倍加班费。大家快点，大家帮我加班费的话，拿来桌上。我还付蛋糕也太好，因为我们哎，那大家，你说大家到多少门槛，你会再继续讲？多少门槛，你要继续讲？加班费我们可是算双倍的哦。那个104，我今麦是娜娜米哦。娜娜米，问大家。娜娜米。
因为我是说大家付，不是我付。Why？ 以后我已经没有烂花了。我不要啊，帮莉莉付吗？你要帮我付吗？这是你的债务哎、欸，充电。这是大家的乐趣。娜娜咪，我六个小。娜娜咪，劳动式学的。那你用你讲，好不要，感觉没有很难。我还需要刀子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还没有啊，对啊，很快啦，你才结，这可以成为你流传千古的有趣直播打。接下来就拜托你了，妈妈，你不要给我拜嘞，给你们用一个百合花蜡烛。但不会变百合。好，一根就好吗？哎，你打火机和 knife。嗯，还有什么奖？我现在直接送你奖牌。帮我提。走啊！哈哈，走啊！走啊！不是刀啊！是啊，可是证明有台湾人过去。我要提刀啊！不是刀啊！赖打赖打，哥赖打。内讲刀啊，哥赖打。我不是内讲的。你想看讲？哈哈哈！什么意思？看啥？多好哇啦！较紧诶！你跟我讲话哦，跟我聊天哦。豆子哦，它红色的 ，Why？ 只有粉色没有红色诶。危险哦！我捧着这个蛋糕哎，来，你们拍手吧，因为我拍不了。来，三二一，祝你生日快乐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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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你自己唱啊。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お誕生日おめでとう。耶。那我要来许愿咯。哦，我不会。我来许愿啊。啊？广东话剧场。祝你哎。福寿比天财，听候你生生快乐。年年都有感觉，事事都有感觉，恭喜你，恭喜你！啊，你没有唱这个嘿嘿来。那我就直接唱，直接唱。一、二、三，祝你生日
蛋糕哎、欸，你都还没吹蜡烛就放蛋糕？要先许愿呐！我这没有十指交扣，没有成真哎、欸。丢丢把你的尿就是迪，给我那个迪奥。哎、欸，不能！给我那个迪奥。迪奥。哎、欸，那个超重的哦，超重的。What is this？ 那是火气弹。哦。感觉会倒，我被烧到自己呀、啊！如果这样，我会不会看起来蛋糕掉下来，我就烧到自己、啊，你们知道吗？你们知道这件事吗？是不用先拍照，因为这个蛋糕就是专门拿来庆生的。哎呦，我有很多照片。那内场拿的，内场现在很丑，怕他突然入境。是故意感没有啦，他现在很安全，看一下，他现在很安全。好，那我要来迪奥，迪奥这么说好，对，好。我要来许愿了。第一个愿望，其实我今年的第一个愿望都一样，跟我希望。你不要浪费我的愿望。第一个愿望呢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，然后健健康康。我以前真的其实不会许重愿，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。随着年纪的增长。不是，我现在真的觉得这个愿望很重要，就是真的希望大家都可以一直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的。对，然后第二个愿望呢？是希望可以，又关你什么事啊？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我不想哎、欸，你们俩都在浪费我的愿望。我帮你们，你们帮妈咪许一下。贤仔是明天生日，帮妈咪许一下。妈咪说希望身材变好，她说希望那个身材变得曼妙，你们帮她许一下。好，来，我要许我的第二个愿望。就是呢，希望姐姐可以不要再。我希望今年可以像选拔跟变成正式生，对，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愿望，对。然后，谢谢妈妈的生日蜡烛，并且罐罐越来越多人，并且罐罐越来越多人，我越来越漂亮，并且。都姐姐内讲身材变好，都看上身材变好，都是日文欸，都可以养猫吗？都，你的都没有穿在床底里面吗？都 TP 大红，都三圈圈巴哈姆太郎连接词可以无限增加愿望，对，都大学很好，我现在已经没救了，都大学面试有上，都太多了，第三个愿望快点，都诗雅毕业要一直想我，你不要浪费我在用我自己的愿望哎、欸，太过三个人吗？好啦，我要许最后一个在心里的愿望，好。我要吹蜡烛哦！耶、yeah ！好想看它烧完哦。好了。对、欸，我之前真的有等过，超久。耶、yeah ！哎、欸，我刚忘记关灯了，好像没关系。谢谢。对。我想要彩彩，我想养猫猫，吹蛋糕，切蜡烛。好。对。有人想吃这个蛋糕吗？我只想吃上面的水蜜桃，你想吃啊？谢谢。可以留着、啊。奈湖哦，古大菜。那你要讲是刀子跟桌子。多啊，噶多啊。根本就不对。不对了。卡啥？你看啦。你看你的查某。他站在我这边，他站在我这边，他笑成这样，他站在我这边。什么好笑？不是芒果，不是芒果，是水蜜桃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在加班呢、啊？你又没有付我薪水。
好，给我刀子啦，快一点！先讲出来、啊。我快真的在加班了哦，我真的快加班了，快点给我。那你先讲。快点让我留18岁最后30分钟好不好？那你讲一下。都啊。卡紧呢。哎，台语就擅长这个调，不是本来就这个调吗？这种调调。哦。啊，我忘记跳那个了啦。逆转王子了。这个很长哎，我来切喽。第一刀，中间草莓酱，对，草莓酱。是哦。哎，它里面还有什么水果啊？好像很好，好像很赞哎。里面还有水果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水果。那我就象征性的吃一个水蜜桃。最喜欢吃罐头水蜜桃了。怎么变哈娜？桌子还有多啊？看啥？这才有妈妈送的生日蜡烛。太吵了。你咋不？我看到李默默祝我生日快乐了，我要赶快去回他，我怕他太 lonely。 好，那今天觉得我 lonely 有什么好 lonely 的，整天被攻台语，你敢去攻啦？你为什么爱听攻台语？不是啊，你就干扰到我了。好，好了，那我最后跳一次逆转王子，虽然你们公演可能就看得到，但是就不一样，这是18岁的逆转王子。其实这样是不是看不出来？你当我的配音好了。我唱啊！哦，你在帮我唱是不是？好，因为我不会唱日文，所以你们要来比赛公演，听我唱中文呢。看看。哦。还是需要我帮你一下？好了，可以，可以哦。那你自己回。可以哦。我录音给他，一哦，好，好，结果我忘记跟你们分享，我今天在学校的故事，我下次直播再跟你们分享。好，反正我们来日方长，18岁的海涵方长，还有律动感，我刚刚看不到吧？好 ，OK， 那我要来念榜喽。我没有点红包点一下红包啊。我有很多阳光这样子我，就可以加粉丝团了。我的红包是到什么时候？阳光红包是到什么时候？一定会跳王子啊，他的第一首歌就是王子。我跌倒的故事了，对。他刚成年，对。我讲话有台语腔吗？不要笑，笑成这样。
闭起嘴巴，37分左右。3次小时嘛，这个在4分，哦，那差不多刚好，先念板好。我的 OK 很大耶。谢谢波波长的 Kiki 做你的猫，谢谢。好，我要来念榜了。好，今天的第10名跑不出来。好，今天的第10名是阿 Kira， 谢谢阿 Kira， 谢谢。第9名是燕，谢谢燕，谢谢。第8名是企鹅，是企鹅，谢谢企鹅，是企鹅。第7名是博成，谢谢博成，谢谢。第6名是朱里恩，谢谢朱里恩。我突然很热。第5名是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很顺哎。第4名是圆滚滚，谢谢圆滚滚，谢谢。第3名是爸爸，谢谢爸爸，谢谢。第2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。第1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，谢谢，谢谢西西的小帝王证。好，哦，好了，我看一下，谢谢第30名的李佳丽荔枝，谢谢，谢谢彩虹猫猫的米卡找亮点，谢谢，谢谢波场的吻手礼，谢谢。好的，现在突然开冷气了，我还是很热。感谢第30名，好，我也感谢了。你想那么甜？你那第二瓶要喝什么吗？啊？要帮你拿电风扇吗？谢谢你，但是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开冷气了，对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生日快乐，谢谢大家。大家记得再开冷气了，大家记得分享我的贴文好吗？谢谢，谢谢大家。哎，平衡又来看了。有啊，他是忘记谢平衡了。这么你们放到这么后面吗？谢谢秋平，谢谢113名的秋平衡，谢谢，谢谢小秋宝贝。好的。为什么小秋秋宝贝？不然我要叫你栗子宝贝哦。有什么问题？不要。你笑什么？小孩，你笑什么？好。OK。拜拜。你们再看一下18岁最后的我，谢谢波波长的 Kiki 做你的猫，谢谢。好，好的，拜拜，拜拜哦。礼拜四也可以来看我哦，谢谢彩虹猫猫的米卡找亮点，谢谢。对，明天也是18了，所以大家礼拜四再来看18岁。大家看老的。你这个24岁好意思讲我？谁24？你啊。当当当。好，拜拜。那我就发一个大图给你们当做布偶。那你们想要人大一点，还是你们想要我把上面再拉宽一点，然后有整个人出现？喜欢有跟我的照片。你给我出去，下去！你不要笑啦，你笑什么啦？一张而已，都要整个人。那我把上面拉长一点。好 ，OK，OK 妞。Okay, no.OK， 好，那就拜拜咯，礼拜四记得来看我哟。然后变得长好，变得长马
马尾的也有人点。好，拜拜，礼拜四见，拜拜。